坛呢，最近都掀起了肌肉型男的风潮。电影《战神世纪》来台湾上映，而片中的男主角亨利·卡维尔大秀了八块肌。首映第一晚，片商也找来了台湾的肌肉美男代表贺军翔，大秀完美身材，超级吸睛。因为天气的温度比较低，贺军翔呢虽然是以一身 V 领薄衫出席，不过还是隐约看得出他胸前厚实的胸肌。但假如是比起了男主角亨利·卡维尔的完美体态，贺军翔呢自认还是略逊一筹。